三哥，给你饭，给你饭。好，来帮哥哥加油一下。哥哥看爸爸笑好吗？不要跟人家抢，要先给弟弟他们玩。东西要捡起来放好哦。妹妹，请问你看到了什么？妹妹看到什么水？水。在水找看吗？哥哥，请问你看到什么？我用手拿它，不然等一下我救它。好，那请问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喷水池。这个好看吗？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 AI 公园。大东捷运站。大东捷运站，然后旁边还在喷小烟。然后里面有个图书馆哦。